图可能是这辈子就是人气最高的时候了，就以后可能不会了。我帮我截一下图，然后发我一下。我要发动态，我要发微博，我要发朋友圈给我奶奶看，我要给我爷爷奶奶看。我直播间都4.1万人了，我跳完舞给你们爬门，等我一下，等我跳完舞给你们爬，马上啊，马上跳完舞了。谢谢你们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跳完舞给你们来个炸鸡。好。谢谢你们，然后又打字又给我送礼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。Is everybody ready? 其实是一个那个就是经常表演杂技的人，到那个爬门吧，上次倒立就脖子到现在还没有好。我其实虽然我会跳一点点舞，但是我其实舞蹈功底可差了，我不会劈叉也不会倒立，我就有点什么，让无忌哥选一个。无忌哥好像不理我，他好像不说话。这个你方便选一个吗？方便选一下吗？请问你方便选吗？来，大堂哥比心，谢谢。那倒立吧，倒立都不能选。那倒立好了。表演杂技的时间到了。我会注意安全的，没有关系。无忌哥只需要礼物，不说话的。266折公屏上。那要不门框倒立吧？就单独倒的话，可能倒不上去。欢迎瓜哥，欢迎我瓜哥，感谢瓜哥送来的为你打 call。谢谢，现在还是小人榜第一。
这条街上最靓的仔，宝宝们。感谢你们加入我们会家军的粉丝团，感谢刘建哥的火箭，谢谢。打把六六子来公屏上，欢迎刘建小哥哥。门框倒立不会被封号吧？我去寄个衣服去，我害怕衣服有点短。可是漂亮惹人醉，大红灯笼翩翩飞，怀叹的风儿吹，吹出幸福滋味。我把马儿扬鞭催，踏着风声从不累，饮一口清甜的水，唱一曲家乡的美，迎接你的欢笑相陪，张灯结彩美不美，前进路上有爱相随，张灯结彩美不美。高高的，我去收拾一下我家的门，我家门有点乱，稍等一下，旁边有好多垃圾，我收拾一下。五秒钟。尽力了。